我爹是你杀的？那当然。枣树村117口子也是你害的。 怎么着吧？哎，你干啥脱衣服啊？哦，怕你冷是吧？哎，赶紧给盖上啊！狗总，你爷爷我今天来，就没想活着走。 哟，你还想活着出去啊？嘿，你想的太好了，杨天柱，你不是厉害吗？弟兄们，给我把他拿下！来，杨天柱，你别乱来啊！我弄死你！队长！ 啊！我坚持不住。 老子今天来，就没想着活着走。